宇轩，欢迎宇轩，欢迎。哦，我去带他，欢迎宇轩，小妹妹黄宇轩，3岁2个月，台东人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好可爱哦！哪里来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女生？可爱哦，真漂亮！来来来，这里来这里，好来给你麦克风哈，才3岁，所以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黄宇轩。黄宇轩呐，啊，你大家讲大家好不？来预备，我你来讲啊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哦，哇，这个麦克风好大一只，好可爱！你看这小裙子，你看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脚还会打结呢。你几岁啊？啊，你几岁？3岁，你才3岁啊！哇，3岁就上电视哎！你都在哪里唱歌啊？他很会唱歌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他才3岁，他会唱60几首歌，你们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3岁的唱歌小神童，对对不对？啊，你都唱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沙杯酒，沙杯酒，沙杯酒，真的假的？那听说很糟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那小小的心灵里面啊，非常晦暗的一段日子，一定要把它讲出来。我确实把这个问题问好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小心。听说你会唱罗时丰的歌啊？这个就很贵。你知道我？等下先问一下，什么会问问题？我问你，我问你妹妹，现场谁是罗时丰？你知道吗？哪一个？哦，沙会音那的版本的话，真的是哦，别应该做拍台机。当然啊。做坏事，罗先生，我想你是搞错了，我很尊重你哦。那我要问妹妹，你为什么这么会唱歌？为什么？因为村里阿姨教我的。谁教你？谁教你的？村里阿姨。村里阿姨哦。阿姨。啊。我们现在要让她搬正哦，我们请你这样跟她讲话。对对对。哎，妹妹，你好。哎。啊，你都在哪里唱歌啊？村里阿姨。村里阿姨那边哦，啊，每天都唱4个小时啊，累不累？不累啊，哇，好可爱呀！哎，曾经唱过80桌的喜宴，人家办桌啊，你去唱歌啊？会不会太辛苦？这么小就开始跑场子啊？而且应该看不到他吧？他长得好可爱哦，我把他身都固定。你唱过80个人的喜宴啊？有啊，很多人，你会不会害怕紧张？不会，不会啊。你会不会怕歌词唱错？啊，你歌词都记得住哦，全部都记得。哎，如果他是会的话，那应该是我看过最厉害了，因为3岁而已，3岁60首，真的。来来，哎，现在大人都记不起来60几首歌的歌词，哎，对啊，真的。听说他是只要就是随便一听到音乐就会开始唱，然后开始动起来，所以我们不能乱哼旋律。哦，对，会引导他。哒啦噔噔哒啦啦。哎呦，哎哎，这个考验你啊！来，评官有什么问题问他？那妹妹最喜欢唱哪一首歌？《沙杯酒》。《杯沙杯酒》。哦，那是真的，真的。《沙杯酒》。好，你会不会唱那《男人的汗》？你会唱？你会听过一首歌叫《男人的汗》？有哎，有啊，有。《男人的汗》这新歌呢？谁的歌？村里来的。村里来的歌。村里来的。都给演唱起来啊？会不会唱国语的？会。我好厉害。那你会不会唱英文歌？你会唱英文歌吗？会不会？会。英文歌也会。英文歌、国语歌、华语歌都会。伸出他的小手说不会了。但是他嘴巴忍不住还是说会。他手说不会。小孩子有时候比较好强一点。来来，妈咪，小妈咪，小妈咪。妹妹，可不可以问你，你会不会唱某某姐姐的歌？会唱某某姐姐的歌。某某姐姐。某某姐姐，苹果姐姐的歌会吗？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啊，因为他从山里来，所以默默姐姐她不知道，她只认识水蜜桃阿妈。沙龟酒，她讲了，默默姐姐哪首歌？哪一首？对，沙龟酒。默默沙龟酒，对，沙龟酒。好啊，你这个死拼啊，你。最新专辑了，还没推出，快了。默默姐姐唱《对沙龟酒》，那一定很可怕哦，把人给我带走。好了，音乐一下。
现场唱给你听，你不相信？他只有三足岁 ，music， 来来来来来来。没，他这样假装没事，那个前奏，然后开始的时候他就唱了，你听，你看。为了今天要来我们节目里面练唱，唱到烧香。对，比利姐的感觉，雪儿姐的 feel。一天唱四个小时，当然会烧香。那我们来听听他唱大牛的歌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来，给妹妹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呦呦呦！